们今天的活动基本上就快结束了，比赛也结束了，我们的孩子们期待着你们的到来，欢迎全世界的选手来兰州吃碗牛肉面，顺便来我们的俱乐部享受中国足球带给大家的欢乐，欢迎吗？欢迎，欢迎。牛肉面谁买的？好了，杰克，期待你啊，拜拜。恭喜我们的2018年叶斐路小学卫冕成功。